看看，人做话就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。有人讲爱食菜花，嘛有人讲爱食苦瓜，有人爱看人流，嘛有人爱看拳头。来哦，大家未来做参考。若爱看拳头，免惊无。日本力道山是好手道，咸好流道。见那美国，鼻仔笃笃，目睭啰啰，刷两把伊就倒。木性有伊才算会好。见那印度，乌甲大苦是通人知。见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上厉害。小妹是真不才，巴肚那腰全部瘦，巴肚那饱就无半步。来哟、哦，来看，太祖拳是拍两支，八号拳是抢麻子，九拳是好下手，九拳是吃目睭。打着看，一步就是吞金放大，起手就差。耶、欸，一步下手那无摔拍，会敢那亲像伫个面床顶伫个跳轮吧？过来就爱看好真，这步就是动子拜观音，目睭就爱拜佛金，才袂倒步看做是人金。哎，这步也搁较好，落地面好，目睭若是咧结酷酷，内衫你就看做是内裤。过来搁较好，这步叫做关公倒拖刀，这步动作若无做好，袂怕你家己先倒，搁刷落去愈好。这就是仙人慢仙途，若慢着，后代你敢会找无？后来就是阿婆啊，洗身躯的架势，唔是准备要出嫁，但是请各位恁来看予伊详细，才袂对阿婆啊歹势。今仔日，佮唔是要来遮烧包，嘛唔是要来遮跳慢舞，就是要滚头饼流刀。